大家好，我叫宏伟，我今年23岁，我是一名演员，我的专长是演戏。那大家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戴这个头套吗？因为我很酷吧。我的兴趣是创作歌曲，我做了蛮多首音乐的，然后在我的 YouTube 频道上面也有放，然后大家可以上去听，还蛮好听的。然后从国中开始就开始在弹吉他，所以我会自弹自唱，然后我会做一些华流的歌曲，然后 Trap、Drill、R&B 都蛮喜欢玩的。我的性格是一个外热内热的人，就大家都说我有社交牛逼症，但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喜欢交朋友这样。我会想要来参加《原子少年2》的原因，是因为其实第一集我本来就很想来参加了，那时候身边很多朋友像蔡正啊、修恩他们都有来参加，觉得蛮可惜的，没有这个机会，是因为我那时候在韩国读书，我就读的是韩国首尔中央大学戏剧专攻。这次知道第二次机会，就马上就报名了，因为不想要让自己错过成为偶像歌手的机会。怎么都是我承受，难道都是我的错？拜托不要放开手，拜托不要丢下我，还记不记得分手那天？想到天大宇宙是这样的轰隆，是前尘之的时钟掉入无尽的黑洞。拜托不要放开手，拜托不要丢下我，这就是我们分手那天心里的恳求，心里的恳求。